旋转一下啊，缺角就是这儿撒粉撒的太多了，压不到边儿。这是鱼面，鱼面可以二次利用。你看，你能看得出来面这撒的多少水？赶紧点，没事，一晃它就行了。晃一下就行了。你看，现在撒粉撒的少，就慢慢慢慢，它就脚越来越大了。这个会吧？这个应该比那个简单吧？馅儿不少吧？可以，馅儿是可以，是吧？馅儿是可以。那肚子大小，肚子大小怎么样？差不多。这个你可以，到时候你想这样，这样捏一下，蹲一下，摆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往下，哎，蹲一下，肚子显得更大。嗯。哎，要把铁甲开来，用它切开给你看看啊，看看皮子厚薄。现在搅就可以了吧？现在搅，来，放上这儿吧，嘎多呀，这个。行吗？行。馅儿搁哪儿了？啊？馅儿搁这儿了。面呢？面片放这儿。啊。人工只要在这剪饺子就行。啊。其他不用管，这是鱼面，哎，咱们。下一块面呢，又给它压进去了。这个饺子皮厚薄也可以，再搁点皮。好，皮厚薄啊！你看现在没有。